牵牛花，我要爬到墙外去，看看世界多美丽。小乌龟慢慢爬，刮风下雨不害怕，我要爬到森林里，拜访动物玩。树下喘口气，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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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一片青草地。小乌龟慢慢爬，肚子饿了歇一下，兔子小姐真生气，跟我赛跑争第一。小乌龟慢慢爬，听到浪涛哗啦啦，我要爬到大海去，游向广阔的天地。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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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见一条大鲸鱼，树下喘口气，爬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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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一片青草地。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。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故事是有一个爱比较的故事。但是在说故事之前，我先来请问一下小朋友哦，今天是哪两个东西爱比较呢？我知道了，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提示。就是呢，我们早上闹钟叫的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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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打开我们窗帘就。是什么东西？答对了。那再来第二个爱比较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冬天突然吹过来，觉得啊啾，好冷哦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风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太阳跟风爱比较的故事。今天要看他们两个比赛喽。那来请小朋友猜猜看，谁会获胜呢？太阳跟风谁会获胜哦？觉得太阳会赢的举手。Q 妹，第二两票，好，手放下。觉得呢风会赢的请举手。我觉得 Q 妹很公平，可能两个人会平手。可能会平手了。对，但是呢，好像风的票数比较多啊。好，手放下来。那到底呢太阳跟风谁会赢呢？我们就来听故事吧。有一天，太阳跟风出来要比赛，看谁比较厉害。这时候风就对太阳说，啊，太阳啊，我呢一定比你强。而这时候太阳也很神气的对风说，你怎么可能比我强啊，风，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太阳才比你强100倍1000倍甚至是10000倍。会赢10000倍。这时候太阳跟风都互不相让。这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对太阳跟风说，
嘿，太阳先生，风先生，不然这样子好了啦，你们要比赛的话，那我就想一下啊，你们来比看谁可以先让我把身上这个外套脱下来，他就是第一名。哦，这时候太阳跟风就很努力的要让小男孩把外套给脱下来，风呢就发挥了最大的力量，吹最大的风，慢慢的，结果小男孩反而把外套包得更紧了。这样谁会脱外套啊？好，这时候换太阳喽，太阳就放大光明，慢慢的给他照射，照射，照射。哎，这个也太热了吧！我都流好多汗了。我把外套脱掉了好了。太热了吧！所以这时候小男孩把外套脱掉了，那小朋友是谁获胜啦？太阳。哦，太阳成功的让小男孩把外套脱掉，所以太阳获胜喽。但是小男孩这时候说：“我们还要再比。”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比赛要怎么比呢？要看谁能够让小男孩把风筝飞得最高，谁就获胜喽。好，这时候太阳跟风都听到了，好，我们要更努力的让风筝给吹到更高更高去。那太阳呢，一样放大光明，慢慢的来照射一下，照射，照射，照射，风筝飞起来吧，飞吧，飞吧。飞吧！结果风筝就停在那边，一动也不动。哇，那接下来换风喽，它开始很大力的吹，慢慢的吹。结果风筝飞到哪里去了？哇，风筝飞得好高好高。那这个回合是谁获胜了呢？风。哦，第二回合是风获胜了，所以。第一回合太阳获胜，第二回合风获胜，所以他们平手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那我知道了，大树哥哥，这个故事呢，在告诉我们呢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那哥哥来跟你讲哦，就是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事情可以去做。那如果这个你不在行的话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一定有你在行，有你厉害，有你拿手的地方哦。像是呢，柠檬哥哥我呢，我很在行打节拍。像我好像都没有办法了。所以每个人呢有自己在行的地方，所以像柠檬哥哥呢以后呢想要当一个饶舌歌手，当个音乐家。所以大树哥哥比较不在行这一切，大树哥哥比较会写字，写字很漂亮哦，想当一个书法家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才，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。自己就是最厉害、最独特的那个人喽。那就请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们将来想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Q 妹速度非常的快，那你将来想做什么呢？医生。医生，医生有很多种呢，有看有皮肤科啊，还有肠胃科啊，有很多科。你想做什么医生？牙齿。牙齿，牙科医师啊，很棒，牙科医师很棒。好好的加油哦。好，那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？举手。好，云溪。我要跳舞。什么舞蹈？舞蹈有好多种。芭蕾舞。哦，想当芭蕾舞者，对不对？芭蕾舞很厉害，就是要练身段，非常的厉害。那琪琪你呢？我是想要成为那种 MV 的，当 MV 唱跳歌手吗？哇，歌手哎，好期待哦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先认识一个将来的大明星了。对，等一下先要签名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再来问一下，那东东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地板。地板，是擦地板吗？拖地吗？不是，那是地板动作。像小朋友呢，有跳芭蕾舞的啊，有 MV 舞者啊，这个呢，东东想要当地板动作的舞者，哇！这样我觉得我们好幸福，身边好多会跳舞的人哦，太厉害，可以请教一下他们。对，好，那再问一下蒂儿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画家。画家，很有艺术天分的感觉，像我，好像一点天分都没有。他说：“哥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就像刚刚我们说的，是什么？”
天生我才必有用。你虽然不会画画，可是呢，你有会写字的天分呢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自己拥有自己的特色才是最棒的哦。没错，我们要朝着我们的梦想迈进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，那下一次再跟着哥哥姐姐说故事，拜拜。像超无敌强力的防护罩。
魔镜，魔镜。讲笑话给同学听，可是同学都觉得不好笑，而且也不跟我玩了。默默，你不要难过啦。可是你是说了什么笑话，让人家觉得不好笑啊？我讲的笑话真的很好笑哦。天天仙子，我讲给你听。真的吗？好啊好啊，你来说给我听。我开始讲咯。天天仙子，我问你哦，有一只鲨鱼叫做多多。有一天，它在海里面游啊游啊的时候，发现到海面上突然飘着很多的绿豆。多多觉得很新奇，就游到绿豆中间滚啊滚啊滚啊。突然一不小心，多多吞了一颗绿豆，结果。它变成了什么？我知道啊，它变成了金鱼。不对，你再猜猜看。不对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乌龟。不对。多多吃了一颗绿豆，所以变成绿蜥龟。不对，不对。哎呀，妈妈，那到底是什么啊？答案就是绿豆沙，绿豆加鲨鱼叫做绿豆沙，而且从此以后大家都叫它绿豆沙多多，很好笑吧？我是觉得不怎么好笑啦。不好笑哦，天天仙子。不然默默你再说一个嘛，我再来听听看。那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讲一个更好笑的。没问题。小明有一天跟爷爷去爬山，要上山之前必须经过一个要爬楼梯的地方，可是小明才爬两层楼梯就突然觉得脚很酸。为什么小明会觉得脚酸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小明不想爬了，他想要回家。不对，再猜猜。小明很孝顺，背爷爷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。小明就是懒惰病发作。不对。哎呀，妈妈，到底是什么？你赶快告诉我，我真的猜不到了啦。因为他踩到柠檬啊，因为柠檬很酸，所以脚踩到柠檬就会觉得酸酸的。天天仙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啊？碰卡！我的天哪，默默讲的完全是冷笑话哎！今天的天气那么热，我突然觉得好冷哦。碰卡！不好笑吗？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呀。还有，什么是冷笑话？妈妈，冷笑话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笑话，只有你自己觉得很好笑，可是别人听了觉得好无聊，一点都听不懂，然后气氛就变得非常的尴尬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难怪同学听到我要讲笑话，每个人就马上跑开了，离得我远远的，让我感觉自己很不受欢迎啊。妈妈，你不要觉得太难过，没有关系嘛，说不定有一部分的同学也很喜欢听冷笑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然这个样子好了，
我来跟你分享几个笑话，你可以去学校讲给同学们听啊。啊，真的吗？甜甜仙子，那你赶快教我讲笑话。好吧，有一天我跟小蜜啊。笑，一二三四，做做体操。